铠甲，可是最坚硬的合金所致。你的一小刀片根本没用。现在轮到我还手了，开始你快，开始你的刀。再给你一把，现在难度加高，住手。希望你拿到芯片之后就离开，否则大家同归于尽。我怎么知道美月的芯片是真的还是假的？我们上当了，这是奇亚和火神的调虎离山计，芯片那边有危险。对不起，我低估了觉醒的能力，芯片已经被觉醒带走了。不过芯片安装了防火墙，可以追踪到它的位置。我现在跟卓然去接你们。好的。小猫的车被他们炸了，这笔账我一定要记着，我要他们赔车赔钱。没事吧？没事，走吧，去参观一下毒之翼的老巢。改写历史的夜晚。是啊，从那时候开始，战争的阴影就再也没有离去。自由是世上最昂贵的东西，付出的代价也是残酷的。但现在所有的平衡都被打破，我们只能为生存而战。一会儿不管发生什么，你找机会脱身。好的，我会按计划行事。欢迎二位就地重游，我们 AIP 就是在这里拥有了自由，同时我们也挑起了战争。不错，这里是战争的起源，今晚我们就要从这里出发，让战争点燃全世界。
欢迎你们，等我们再次归来，你们就可以看见这个仓库里挤满了我们自由的战士。你打算怎么带我们离开？如果是游泳就算了，我怕被泡坏。开个玩笑，不过话说回来，如果你的计划靠谱，我相信和氏会里会有很多人感兴趣。别人感不感兴趣无所谓，我只希望你能够感兴趣。父已经帮我们解除了，现在那群猎狗正在几十公里以外的地方瞎折腾。各位，让我们一起享受这次伟大的旅行吧！这个世界将臣服在我们脚下。智能万岁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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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记得吗？我考上警校的那一年，你闹着非要送我。在飞机上我们也是这样坐着的。很遗憾，我的存储区并没有这些记忆。以前的那个秦岩是什么样子的？那时候的你是一个非常快乐的女孩，每天都带着灿烂的笑容，无忧无虑，热情开朗，和现在一样。你这个描述太笼统了。哎，对了，我一直想知道你为什么喜欢叫我萧猫。我七岁那年第一次见到你，那时你才四岁，因为你跟猫一样粘人，而且又香又可爱，所以我才给你起了个外号叫萧猫。啊，原来人类会有这么多有趣的记忆啊。老爸说这里面是香猫的大脑记忆，他让我自己决定是否要读取。既然这个香猫特别喜欢你，我把这个决定权交给你。能不能让我想一想？当然可以，你什么时候想好了就告诉我，我随时 OK。这并不像防火墙定位的地方。啊，这里是海岸码头二号仓库，三年前智能异变的发生地。卓然，马上掉头去二号仓库，毒志毅可能要乘坐潜水艇逃离智能岛。呼叫总部，呼叫总部，毒志毅在海岸码头二号仓库，他
们要乘坐潜水艇逃离这层岛。